各位全民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幻境文化的练习生 Pro 何家庚，我今年18岁，我平时的爱好有唱歌还有跳舞，但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个特殊的技能，叫做意大利念想，简称意念。所以现在我就要开始表演我的意念。这是一个普通的螺帽，我将用我的意念来让它转动。大家看到了吧？但是，我好像没能量了。请各位制作人为我投票吧，蓄满能量的我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好的表演。